王老师，这个以后我不太会看，你帮我顾客看一下。这图像啊，一看都是怀孕了啊！你看，在这个图像的中间呢，还有一个黑色的这个区域。另外，在这个黑色区域里面呢，咱们能看到一部分的羊膜，所以咱们就能确诊这个就是怀孕的。